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八字哦。这个八字呢比较神奇，它是在武汉生的。这个武汉哦是经度114度，我们调过时辰哦，所以确定是这个时辰。那这种剧本哦 SOP 哦，我上次不是说吗？八字有没有分很好调跟很不好调的？就是一生无忧的八字有没有？有，一生哦错都是你的。就是你，错都是你的，他没错的，有没有？懂我意思吗？难调难服，吉庆刚强。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说的哦，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服。哎，这个就是难调难服之人哦。我之前不是说要拍个十大必娶女人吗？必须娶，不要误会，就是必须娶，娶了会开智慧的。但是我就想一想说，哎。我不能用一个命理的东西直接狭隘的顿断所有全世界这个时辰这一天真的都会这样，爸爸对不对？那我用案例反推好不好？可不可以？所以这有什么问题呢？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啊，老师你怎么看出来？因为他不跟别的女人睡会忧郁症哦，这是由那个同学所提供的武汉生的一个命。听我看一口气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这叫正官双透哦，阳日主的正官双透哦，不建议你碰。不，建议你碰，因为它可以增加婚姻市场、婚礼市场、婚故市场的经济。不然你都要失业了嘛。然后这意思是说，这个婚姻可以多结几次吗？对啊，所以叫必娶女人呢、啊。啊！我怎么骂人家？不是我的命主，我没骂人家，我是分析这八字啊。为什么？你看看哦，有没有讲中？讲中就不要骂我。没讲中就算我这样子不对。第一，有没有用言语折磨老公？有没有当教官教训老公？哎，是老公教训我哦。是哦，你要把你的这个吵架的片段，这个拍出来，用小米的镜头拍。到底谁对谁错？看一下，要公审，折磨老公，一直问，又合成火，一直问，当教官吗？土金很强的人，其性刚强，真的难调难服啊！自我意识很强，加上正官双透，做教官，而且叫机车教官。我就跟这个同学说：“你这是谁？”哦，朋友。朋友啊，你被折磨到了吗？好准，老师好准。他一直在问你说，老公是不是有错？老公被外遇，因为你在学嘛。好准，老师好准。那老公，我该不该讲外遇？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他会自己讲，他会来试你功力。老师好准啊，不能再准了，他真的在试我功力啊。我上次就叫你这个。就照老师讲的，就不要讲啊。说哦，我不知道婚姻事情有处理好就好了。这个一定鬼的啦，这个很难离的。我跟你讲，这个叫折磨。娶到他的真的有福气，一世把债还完，真的很有福气。听得懂意思吗？一世要用一世的时间吗？不对，我们要反过来想，不用管他三生三世十生十世，一世把债还完，然后再造别的业，没有了，看你自己啦、哦。会逼的老公，这个命主会逼的老公出轨。因为老公会出轨，会忧郁症，他需要找到其他可以让他有自尊心的，让他觉得他像个男人的。那这个叫互为因果嘛？你就是说是男生错吗？不能这样讲啊，彼此都有问题，但谁的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吼，真的不小呢，属于鬼命人呢，这叫什么？偏一生比肩，再偏一生比肩，这个做生意也会有事哦。这个偏印那么重，而且生那么强，土生金呢，生那么强，又金那么旺，又有火，你要娶啊？我是说真的是必娶哦，因为你看上了，那代表你有因果，你有这么大的因果看上他了，我怎么能挡呢？你不要问我啊，我就说你看看嘛，你喜欢就好，你看看你喜欢就好。大家知道哈，命理师已经怕了，我真的怕了。郭富城唱，我真的怕了，真的怕了。
爱上你离开你都错。我跟你讲啊，你看上我们不敢管的啊、哦。但是如果你学八字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你讲这个八字不要娶哦，就算是我失职啊。为啥呢？我们要验证一下，因为搞不好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万分之一，我讲万分之一哦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老师那几率不是很高？你自己观察嘛，他有没有一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有没有折磨同学？有没有说，哎呀，你不准了、啊？其实我老公老出轨，然后这同学问他说，因为怕是沾惹到一些是非，结果还是沾了哦。你这个对方配偶让你很辛苦，其实是他让配偶很辛苦，他把反过来讲，因为怕沾惹是非，结果还是中了说，没有啊，我们还好。然后最后说，我们其实一直吵架。不是跟你讲不要跟鬼一直说话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一直在跟你回报说，其实他早就外遇，一直回报，一直回报，一直回报。对，这叫丑虚相形，很难修，要修哦，不能不说这样就不修，很难修，很宿命。为什么？因为业障太重，累世的业障太重，所以会反映出这个八字、这个时空、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当做索引发现，哎呀，有这个问题呀、啊。要折磨自己又折磨别人啊！哎呀，我有一个另一个同学说：“老师，我回应一下，我妈妈也是类似的八字，只是日主不同，不是根。”哎，你没事吗？对，我两位姐姐都说我怎么没有事？你没忧郁症吗？我说你觉得我有忧郁症吗？我觉得你已经差不多了。对，我也觉得差不多。你怎么不搬出去呢？我准备了，你几岁啦？三十几，没有搬啊？老师，我错了，我以前没捐钱，我不知道这样子其实是错的，我以为我在帮妈妈，没想到这个叫共业。对，你两个姐姐哦，你不要去恨他们，他们的选择是对的。孝道不是这样孝，是孝而不顺哦，孝顺孝顺孝而不顺，不是他错了，你就要跟着去错哦，离婚了嘛？他说这一定离的啊。爸妈跟这个没有感情的，没感情的。大魔王是谁？妈妈，大王妈妈，我妈妈。老师，这个如果换成男命呢？哎，我们先不要谈了，是谈女命。男命以后再谈，男命就没那么严重，但女命就你很有福气啊，找到这个人呢，真的，这个大概就是消失的他里面的那种八字。以上祝福大家，不要多说了。消失的他这样，内地票房35亿哦，不要多说了，拜拜，记得订阅。